大家好，又是我东北老铁。据上一集说到，那位粉丝的车来了我厂后，我尝试打着车看看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发现踩不起油，没有反应，只能到1500转速，还有一个故障嘛 T0089， 把它换掉，顺便检查柴油芯，到柴油处肮脏换掉，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，柴油系统零件坏肯定与柴油肮脏有关，你们认同吗？现在我们来试看。我操，这个高杠头挺有意思，估计应该是破了，先让我爱踩油门看看。笑的好像新车那样，用电脑做最后的设定完成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加关注，感谢收看。